立委赖慧文二十岁下晡开记者会，当场献出侪侪资料，表示讲对手郭振辉开大钱买网军，伫个网络一直用无影无只个代志来抹黑，严重损害伊个形象。会长赖慧文嘛再度针对着郭振辉翁仔某名下两栋3700万的豪宅，到底是安怎买的，要求对方爱公开说明清楚。他应该要把他所有的竞选经费的来源，他应该要交代清楚，还有他的两栋豪宅到底这些钱从哪里来。你在监察院申报里头完全就是连续4年你都没有现金，那在今年就是去年的一个申请，你就是你只申报了就是我有房贷3700万，你们的自备款，你们每一个月你们必须要缴的这一些房贷利息本金从哪边来。这场选战拍个紧，赖慧文的翁婿嘛难得来发声，除了不甘太太一直被对手攻击，伊嘛表示对手讲因有第二栋的云飞房豪宅，根本就是白白布人家屋，若是真正有这间厝，伊会马上赶出来。我看他，他是一个很认真做事的一个人，他们这样长期的把他毁灭掉，这个不仅造成我们形象很差，哦，而且这党内选举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子，但。我想每个人碰到自己的家人，虽然受欺负，受被胡说八道，哦，我想都会站出来，挺自己的家人。哦，所以我讲过了，只要我们有第二栋，3冷清之内，我们就把它捐出来。罗慧文表示，郭振辉筹算开钱规模完全超过选总统，真正唔知影钱是为倒未来，好对手无应该客钱唔通客。对此，郭振辉团队回应，团队人员伫电讯甲网络拢看得到，咱若是其他网友，应该是看袂过阿伯作风，家己跳出来，请罗慧文唔通乌白泼垃圾水，赶紧将北门超公电的代志讲个清楚，较实在。南天新闻王一德新闻综合报道。